我是林，我是林，欢迎来到林小厨房。我们今天要做棒棒糖的表烤，它就是有爱心图案、蝴蝶结图案，还有有花花图案的融化巧克力，它是95的苦巧克力，还有史莱姆的白色超甜白巧克力。有吗？有甜。那白的超甜的，妈妈的几家颜色都不懂。我觉得会变灰色，对。为什么变灰色？黄加巧克力为什么变灰？它是白巧克力。它是黄巧克力。白。哪里白？你自己看看哪里白。黄加黑。这个白啊。不过可以多加一点那个。再加这一个，来，他这个我想吃，这不是给你，好可爱。妹妹，我找一个比较小块一点。我要一粒小三角形。先把底下跟上面的换一下位置，不要太大块的话。白色巧克力，我沙发就对咖啡色哎，咖啡色。然后就这样，再拿出纸袋。真恶心！因为这个味道真不少。我想讲，有没有老公？真傻。第一次看到这种气味，用巧克力酱把它淹没。95的还是最苦的。你闻得出来是95的？这个味道真不少。这是最后的。这样搅，然后就搅一下，这样不会搅。你看旁边还有一个，就去它，这是放进去，放中间。对啊，等到时候这个，这边它就可以那建立起。你妈大了。超不公平！超不公平！好，袖子卷起来，谁要大，史上不公。我妈大哦，好。尽量转动。小的很难咬，至少中间可以。这样够吗？还是要再多？再多一点。尽量拉过来。用到没关系，最后先把它拔起来吃掉就可以了。OK 了吧？ OK。你没点大吗？花花，来，你这块钱，这块钱呢，给了5块就交。消耗不到了，那可以。不需要每次那么想吃。
喜欢小小的。所以要我，要我用更高台数。我要站小板凳，都不站了。姐，你都不站了。照片记得订阅我，每天晚上六点都会出新影片。我下次见，拜拜。好，现在你要做什么？你已经冰好了。来，把它拿起来。拿起来。
是我们第一个蝴蝶结。蝴蝶结棒棒糖。哦，这个在一起了。还有它会融化的。这盘子是这个。嗯。这是爱心的，对不对？再来。是什么？那可以吃。我们吃。好，吃完整的。画画的，对，大的出来，这个哇，嗯，要放哪？哇，这好像融化了，我们先放这里。这样不够放方格，上去一点，上去的，拿那个另外摆下面。可是这样没办法。但是大的把这里的小的小的小的这样子，把它第二层。你要回去呀、啊？赶紧把那个花拿出来。啊，还有个小花花装饰。最完整了。啊，又来了！又来，又掉了，又断了。嗯。所以你不能拔根子，你就要用巧克力。我就这样啊。对。然后丢。好，我要来试尝一口。可以吗？我要的巧克力。